等你啊，跟你说点事儿。啊，怎么了？今儿我找方一凡谈了一下啊。嗯，我说你别掉以轻心，别以为拿了三张文考证就万事大吉了。没错，就以你现在这个成绩啊，高考还是没戏。是，那个，他别以为啊，这妥妥就能上这个艺术院校了，是吧？然后我今天早上呢，我觉得磊儿有点反常，我就找他聊了聊。嗯，磊儿心里压力挺大的。为什么呀？我姐之前的梦想就是上清华。我想你得跟孩子说啊，那梦想是梦想，你想想就行了，不上清华你还能死去啊，对吧？不能当压力，你知道吧？行，我洗个澡。哎，嗯，我还有个事儿呢。嗯，怎么了？说。你过来坐。你说吧，走了，我这衣服脏，我坐床上。我今天去医院了。哦，对对对，怎么样啊？我身体出了点状况。怎么回事啊？说呀，怎么了？怀孕了。真的假的？这好事啊，这好事啊，这好事啊，多好啊。不是你的。我知道，我都成太监了，肯定不是我的呀。啊，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啊，37、8天了。37、8天，啊，好，那段时间好像活动比较频繁啊，挺好的呀。我这一直想着说来个二胎，这还真有了啊，最好是个闺女，是吧？穷养小子，富养闺女，多好。你拿什么抚养现在？哎，那你今儿是去医院了是吧？嗯，医生怎么说？就说如果要做掉的话，反正以后不会再怀上了。怀吧也有一定的风险。我就是在想啊，这要真是个丫头，咱俩的，我真挺高兴的啊。你说等着方一凡和蕾蕾一上大学，俩人一走，家里空空的。咱们有个小姑娘陪着，是不是挺好的？这孩子来的现在稍微有点不是时候，最忙乱的这一年。其实咱俩也不缺孩子，是吧？有个方一凡啊，养的就够费劲的。磊磊现在也算咱的儿子了，是吧？嗯。这俩孩子上大学。回家想要操的心也少操不了，主要是吧，除了心理压力、身体压力，还有经济压力。可是方圆，嗯，我真挺想要个女儿的。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？一小宝宝，软软的，肉肉的，啊，小手小脚。只要是个丫头的话，她长大了，给她梳小辫儿，啊，扎头花，给她买小裙子穿，嗯，小皮鞋，嗯，小公主裙，然后给她买洋娃娃。我要是有个女儿，我一定不会像宋茜对英子那样，我什么都不要她，不要她出人头地。就上普通的学校，成绩不好都没事，就平平安安的守在我们身边。你说这国家号召咱们生二胎这事儿啊，好像看网上说生的也不多，这样有闲钱有闲工吗？谁想都要几个孩子？也先别这么想啊，也许咱就把它留下来，也不一定啊，想想办法。从理智上来说呢，有1000、1万个理由可以不要他，但是从感情上来说，舍不得呀。我们俩的孩子，毕竟要不要的话，这辈子就不可能再有了。再想想。
再想想。睡不着，哎呀，老琢磨这事儿，干嘛去？哎呦，起来太好冷不冷？关上点。到底要不要啊？要不然就不要了吧。我舍不得呀。我也舍不得。而是735分，要我说呀，肯定是磊儿。哎，磊儿，735是你吧？多厉害呀！你比去年北京高考状元还高了一分，不错呀。嗯，其实啊，这次我也考了575。我的数学题都是问他的，是吗？嗯。喂，你别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安啊。磊儿学习好，大家都知道的事儿，都公认的事儿啊，跟你没关系。你这就是羡慕嫉妒恨。王一蝶。你也别这么说，表哥有进步的。自己的实力我还知道。不过王一吉实说的也没有错呀，现在艺考也不容易。方豪，
你也别太往心里去，我就这么随口一说嘛。行行。啊！楠楠，这届都是500多分，恭喜你啊，考得不错哎。还行吧，但是我觉得离我想要的那个专业还差得很多。总觉得就剩2月了，我觉得怎么学也来不及了。你别说脏气话嘛，你这分上本科肯定没问题。你先考上大学，然后再换专业，来得及啊。谢谢你们啊，为了我妈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能成打回来的一些资料。现在可以啊，咱们也能到台湾去上大学了。是啊，以前都不知道这些政策。听说要的分还不高，只要过2本线就行了。哎，那凡凡是不是也可以试试？如果有合适的对口的专业。哎，对啊，你直接拿过去吧，跟方圆讨论一下。那行，那这我都拿走了。都拿走吧，来，这些。好。怎么着，在屋里坐不住了吧？没有，我过来跟你说个事儿。嗯，我那个，我下周啊可能会忙不过来，我想让凡凡和磊儿晚上到你这儿来吃个饭。哎呀，简单，做一个孩子饭也是做，做仨也是做。谢了。谢什么呀？不是你要干嘛去？我要做个小手术。啊，你怎么了？哪儿不舒服啊？我怀孕了。啊，真的？嗯，那不是好事儿吗？你要做手术，你们不要啊？想好了吗？哎呦，在这个年纪能怀上孩子，那真是老天给的礼物啊！你们可想想清楚啊！我跟方圆商量了，他的意思是先不要了。你知道他也心疼我，我怀方一凡的时候不就是吐得厉害？嗯，我这次刚怀上也是反应挺大的，不舒服。再加上现在这个年纪，哦，我理解，我理解，这肯定是高龄产妇了。到咱们这年纪，那无论是精力、体力还是财力上，肯定都会有压力。那可是。就这么决定不要了，你不觉得可惜啊？其实我一直想要个女儿。哎呀，也无所谓，男孩女孩。哎呀，你们再想想清楚吧，好不好？你看，这凡凡马上就高考结束了，等他上大学了，你们不就没什么事儿了吗？正好接一孩子，再做一次妈妈，多好啊！哎，实在不行，不是还有我吗？让我当干妈吧，好不好？我替你养，我也有时间了。我要是怀了，我肯定得留着。我也不想他呀，谁想打自己孩子呀？烦了我几天了。那我跟孩子说。来，嗯，又玩手机你。来，跟你俩说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这个，妈妈呢要做一个小手术。啊，不是生病，小事儿啊。妈妈怀孕了，怀孕了，怀孕男孩女孩？这还不知道呢，这刚好。但是呢，我跟你妈妈呢，啊，你跟你小姨啊，就是商量一下呢，还是觉得不能要这个宝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妈妈这年纪啊，40多岁了，这个属于叫高龄产妇，就觉得她的身体怕她吃不消，而且当年。你妈怀你的时候，她的反应就特别大。你妈妈又那么瘦，身体本来就不是特别好。我们想着说，这个年纪了啊，再怀个宝宝，
再生，还要再养，这过程太漫长了，啊，对妈妈来讲真的，压力挺大的，所以我想还是不要了。但是妈妈要做这个手术呢，这可能就，啊，那怎么说，她也是一个手术，啊，可能妈妈会有10天半个月的比较虚弱，啊，需要休息。哎，但跟宋琴阿姨也说好了，说你们吃饭就在，宋老师那儿吃，你们回来有时候爸爸在外边工作，你们就帮着照顾照顾妈妈，啊，方一凡，尤其是你啊，嗯，行，就大概这么个情况。当然还有个原因就是咱们家现在经济条件也不太好，是吧？因为咱们那个之前那个房子，你爷爷奶奶的事儿，对吧？咱这还租着房子，去年2018这狗年不太顺利，嗯。就这么个情况，跟你俩说一声，想着你们俩都已经大人了，家里事情你都得知道，好吧？爸，我也去看看妈去。嗯，去吧。嗯。小姨。哎。嗯。干嘛呀？没多大的事儿，听到没有，凡凡？没事儿的。别影响你们学习。嗯。啊，好了好了，没事儿吧？大晚上不睡觉干嘛呢？啊？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你们。为什么呀？都是因为我，因为我来北京了，给家里面增加了这么大的负担，小姨和小姨夫才决定不要这个孩子的。想说什么呢？啊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就算有关系，是跟我有关系。你看平时我妈照顾我比照顾你辛苦多了，啊，你学习又好，平时生活中也没让我妈操心。不要觉得说给他们增加压力，给他们增加负担，好不好？跟你没关系，啊，别想了啊。好了好了，啊，不，嗯，待会儿睡，没事，赶紧睡吧。表哥不行了，其实这次搞得挺好的。你们俩这怎么了？一个第一，一个有进步，怎么还蔫了吧唧的？啊，王一吉说的对，以我现在这个成绩，离200还差着远着呢，更不要说一本，估计也就能考个2类的一个学校。你别现在就给自己泄气，你怎么知道你肯定都考不了一本呢？我自己学习什么样我不知道啊，我要好的话早就发光发热了。这艺术院校不都提早批吗？你还可以考2本啊，天无绝人之路。我觉得你这两个月吧就拼拼命，说不定真能咸鱼翻身呢。就是你看我之前跟你难兄难弟，这不也上来了吗？啊，是咱们俩的不一样，你那是会不学，我那是不会也学不明白，反正就是不一样。你们别安慰我了，你看磊儿，磊儿他就是，哎，磊儿呢？磊，林磊儿考了个第一，我怎么看跟考了个倒数第一？哎，我听说学校好像要给他弄个什么，就是2019届状元提前表彰，估计找他谈过话了吧？提前表彰？对啊，有病吧？这得给他多大压力啊！你说这学校负不负责任啊？胡闹，什么时候不说，非得这时候说。哎，磊儿，你怎么不上去啊？你坐这干嘛呢？我磊儿，你呢，别给自己太大压力，
你就踏踏实的学，踏踏实的考，别管他们什么2019届状元不状元的。嗯，我知道了，英子，谢谢你啊。不过我不是因为这件事情。那你是因为什么呀？我，老哥，磊，你没上去啊？没有，我在等你呢，我没钥匙，上不去。哦，行，你钥匙去。嗯，那我走了。拜拜。嗯，拜拜。嗯，顾方一凡，他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跟你说实话吧，他根本不是因为什么学校的表彰，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呀，就是因为我爸妈不是不想那个孩子嘛，他们明天就要去医院。磊儿就觉得这事儿跟他有关系，他就一直伤心，一直伤心。其实他这种心情，我挺能理解。你能理解？你怎么理解？你们家没有二胎，你能理解？不是二胎不二胎的问题，我这么跟你说吧。我之前心情老是不好，不光是因为我妈给我压力太大了，更多的是因为我爸妈他们关系不好，他们是敌人，所以我心情老不好。磊儿这次呢，也不光是因为童阿姨不想要这个孩子了，磊儿觉得是因为她自己妈妈没了，爸爸也不管她，那她到了你家，你爸爸妈妈是不是就是她爸爸妈妈？这没错吧？但是你爸爸妈妈又不是她的亲生爸爸妈妈，这本质上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家呢，原来只有你，现在他来了，他就是这个二胎。但是现在真正二胎是不是来了？嗯，却要被拿掉。你说磊儿可不就觉得是他自己的错，他压力可不就大吗？啊，我明白了啊，就是家里我是老大，对吧？我也明白了，只有我爸妈把这个宝宝生下来了，磊儿才不会不开心，对不对？行了，你别多想，这事儿让磊儿自己消化一下。嗯，咱回家。嗯，行，拜拜拜拜拜拜。你现在别下呀，英子还没回来呢。你先给他煮上，煮上这汤里有味儿，知道吧？哎呀，好，越煮越有味儿。哎，英子回来了。嗯，回来了。来来来，让妈妈抱抱。哎呀，妈妈太高兴了。什么情况啊？妈妈给你们李老师打过电话了，让你这次考了15名是吧？不是妈，我这之前考年级第二的时候，也没见您这么高兴啊。再说了，我这647分啊，也就只能考个普通的好学生，就北清都够不着的。哎呀，妈妈说的呀，不是这个分数的事情，妈妈是看你精神面貌变得这么好，哎，就是高兴。爸爸也高兴。来来来，你过来看看，爸爸给你准备什么好吃的了。来，我妈，你瞧瞧瞧瞧。麻辣火锅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喜欢啊！哎、都是你爱吃的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是不是都是你爱吃的？今天咱一家三口啊，热热闹闹、高高兴兴，咱吃顿饭，好不好？好嘞，爸妈，你们俩能走在一块儿，我特别开心。哎，英子，那我得跟你解释一下，我跟你爸不是走到了一块儿，我们只是在做朋友。做好朋友啊！我知道，但您当年不也跟我说过吗？你们大学的时候也是先当朋友再谈恋爱的呀。嗯，那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我去开。谁呀？哎呀，你们俩怎么来了？哎，你妈。哦，正好。阿姨，阿姨，我那个考试没考好，我想找你帮我弄弄卷子。哎呦，现在这么好，不用化妆了，来来进来。哎，磊儿也来了，来来来来。进来都进来啊！哎，正好我们吃火锅，一块儿。磊儿好点了吗？我特意把他带过来的，不然他坐在桌子旁边一动不动，还怪吓人的。我看，看来我这还得再加点这个。啊，加点吧，现在可以加了啊。哎，阿姨，我帮你。哎呦，不用，小孩都不用站上，去去。磊儿怎么了？这模拟考不都状元了吗？怎么还心绪不宁的样子呀？磊儿啊，他根本不是因为什么学习考试的关系，他就是因为。我爸妈不是不想要那个宝宝吗？他就觉得是他的原因，他来了给家里增加了个负担，所以我爸妈才不想要。好好，不说这个了，你先去吃饭。好好好，行行行。磊儿，你别老愣神了。我爸做的这火锅特别好吃，你之前不是吃过吗？我这一不开心，我就吃火锅，一吃火锅就没事了。磊儿，你心里的事儿我们都懂啊，没事儿。
表哥费尽脑汁、绞尽脑汁给你想了一个 surprise。什么呀 ？Secret 秘密。哎，你吃吧。来，给你来块鱼。哎呀，嫩嫩的。谢谢英子。还有啥？虾。对。你听见了吧？我听见了。磊儿这孩子心思还挺重啊。是啊。方圆也是，为什么不要那孩子呀？要经济上有问题，咱们可以帮助他呀。哎呀，话是这么说，这些我也跟文杰都说过，让他再考虑考虑。可是说到底，这不是人自己的事儿吗？决定还谈自己下呀。那倒是。时尚杂志啊，这个是吗？这不是啊，这不是。哎，我记得搬家时候拿回来的呀。不知道，上面也不是。哎，小白去那边看看。啊，走。也没有，也没有。这个，哎，还是。滑冰啊，是啊，哎，你看这是后海，等冬天的时候我带你一起滑，好吧？好啊，我在南方都没见过冰和雪。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那换一个。嗯，我觉得小时候真的没我现在好看啊，感觉挺可爱的，比现在好。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，你说我长刺了是不是？也不是，反正就比普通人稍微好点儿。你要是参加艺考、学表演、当演员的话，比王一迪差点事儿。王一迪？你提他干嘛呀？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不会真爱上他了吧？我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好，不要解释啊，解释就掩饰，掩饰就是事实，不需要解释。哎，好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到电脑上，说的是事实。哎，他这个照片怎么把那个鼻孔缩小了？就用那个 P 图啊。哎，你帮我把这个往右边移，往右边移。对，你把这修瘦，这是婴儿肥，你知道吗？往我挪一下。对，脸瘦一点，鼻孔小一点。哎，特别好。行啊，表哥，你这样有点像女孩啊，像英子，你看。你怎么又提英子了？我，磊儿这样不好呢。哎呀，不好！表哥，你看这个，你不要转移话题。我再往边上挪一点。哎，皇上，饶了奴才，皇上，饶了奴才。我还做梦了，我梦见我是太医，然后导演又让我试试太监，就让皇上过来给我切了。哎呀，这天都亮了，几点了？啊？才六点多啊？你怎么起来了呢？我也睡不着了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，这梦！哎呀，我也做了个梦。你怎么睡不着？我梦见肚子里小宝宝了。
胖乎乎的，咯咯跟我笑，嘴上还有口水，还有味道，好香。想抱他，他也不让。我掰过来想看看他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。方圆，喂，我们真的不要他了。他会长大呀，会像方一帆一样，就在我们面前那么大，又漂亮，又懂事。你说是多美好，现在就不要他，怎么这么残忍呢？方圆，我知道，其实你说的对。如果生下他，我身体的压力，我们俩心理的压力，生活的压力，经济的压力，都很大。可生活不就是这样吗？哪家的生活不是这样？总是在你最痛苦、最难熬的时候，就突然跑出来一件好事儿，就突然给你一个惊喜。正因为有这个惊喜，你才有继续活下去的希望，不是吗？刚刚睡不着，我就看着窗外，这天蒙蒙亮，挨家挨户灯都打开了，我就坐在那儿，把我们前半生都想了一遍。我就想到肚子里这个小宝宝，我们经历的这么多的美好，他都应该有权经历，而我们现在要把它拿掉。媳妇儿，嗯，我昨天晚上睡着之前也在想，我是不是太急着推卸责任了？其实我不是一个没担当的人，可能是不是因为自己岁数大了，我46了。说话47，人到中年，很快就是年近半百。我有时候觉得就压力特别大。你看我每天开着车在外跑车去配音啊，我其实是一个挺喜欢乐乐呵呵的人，但我其实心里觉得压力特别大。我有时候开着车在街上，我就觉得特别累，想睡觉。我就把车停在路边上，看着窗外 CBD 写字楼，我原来也在里边上班，就看那些人跑来跑去，人来人往，那些人都不知道着急忙慌的忙啥呢，脚不沾地的。我就想，是不是人这辈子就注定得这样啊？就注定了得忙忙叨叨。小的时候在父母身边，什么事儿父母都给操持好。突然有一天你长大了，就得是忙忙碌碌，含辛茹苦，就好像有一个东西，我就看着他们就觉得那东西好像就是要让你吃下去，可是那东西不酸不甜不苦不辣，嚼又嚼不动，咽又咽不下去，可能生活就是这么安排的吧，就是让你过一些难过的日子，不好过去的日子，然后就像刚才你说的，后边就会有好日子，好事情突然跑出来。我看着那些人就在想，是不是我们就应该要过这样一段日子？我就在想，我们还是得相信啊，日子会越过越好，明天会更好。我们要相信，只要我们开开心心的活着，苦日子一定会过去的。
要相信明天，相信朋友圈里边发那些鸡汤文，它都是真的。油条，再来点豆浆，糖油饼，再来点荷包蛋。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冰棍。吃冰棍？还要吃西瓜。这刚决定留下来，你就开始害喜了？我想吃好几天了，不敢吃。你这反应也太快了。媳妇儿，哎，你赶紧收拾好，咱们走了。小姨子，你们俩是看什么呢？王一凡，你是不是看什么不该看的？我啊，是不是看那个呢？没有啊，别让妈妈知道我的时候。大学什么呀？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哎，正好，来，正好，哎，这人齐了，咱们正好啊。这个宣布一个事情啊，这样好事你来宣布啊。你怎么了？还打哈欠了？没睡好呀？磊儿，啊，眼睛这么红？没事。嗯，那个，跟你们正式宣布一个家庭重大决定啊，我跟爸爸啊，跟小姨父，我们俩决定把这个宝宝生下来。啊！干什么一惊一乍的？干什么？别吓着妈妈！不白忙活了吗？忙活什么呀？怎么回事，磊磊？黄一凡，啊，说啊！表哥啊，还放吗？放呗。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不是，我做了一个视频，本来说劝劝你们把宝宝生下来，那现在你们不是决定生了吗？那这正好啊，皆大欢喜，把这个视频就当做给宝宝的礼物，多好啊！那我给你放给你们看，上了大学之后呢，就去工作，工行做发了财，我们就离开家。哎，不过这样，你看啊，有个宝宝在你身边，我们还更放心呢，对不对？
我们赚点钱，我们给你养这个宝宝，好不好？对，小姨，我一定会发财的。挺好，嗯，行，赶紧刷牙洗脸去，上学了。行，好。看着方向盘响上，你看，这挺好，跟昨天似的。行了，别哭。你这人真是的，好事你也哭，伤心你也哭，那眼窝子忒浅。哎，突然有一灵感，孩子名字都给起好。叫什么？叫朵朵。为什么叫朵朵呀？躲躲呀、啊，就是咱们想躲过去，但躲来躲去的没躲过去。我不要，难听死了。不好听是吗？嗯。那换一个叫淘淘，淘来淘去没淘掉是吧？不是，那叫什么？叫 BB 怎么样？为什么叫 BB 啊？从来不会追梦落空，命运之光找回我，越挫越勇。哪怕要从高处俯冲，坠落摇晃唤醒我的倦容，乘风踏浪。哪怕昨日孤执着前方，像野马般拖着，织起梦中的巢。